早晨都系，我系家聪啊。咁依家系朝早嘅6:30啊。咁今日有咩做咧？今日我哋就要过香港嗰度咧，有个拍摄，咁同一个神秘嘉宾合作。咁由于呢个嘉宾咧，话明系神秘啊嘛，所以就唔能够透露。今日我就会拍 vlog 啦，咁都系记录低今日拍摄嘅过程。咁啱啱讲咗，但系由于呢个嘉宾太过神秘，所以咧喺呢个拍嘅过程入边咧，即系我呢个 vlog 嘅过程入边咧。是不可以拍到他的，為了保持這個神秘感，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挑戰。但好彩，因為今天我在這條片裡面，我是做一個茄喱啡到爆的角色，我和老子是臨尾那一幕才出來講兩三句話，那就沒有了那就整個拍攝裡面我們佔這麼多，是啦。但好處就是呢，因為我沒什麼氣氛，所以我就可以很專心地直到去拍低整個拍攝的過程，除了神秘嘉賓那裡，希望會拍到一些得意的東西給大家看看這樣。好啦，現在就準備出發了，叫定的士先，因為澳門有些難叫車。咦，不是喔，哇，不知道是不是時間關係，竟然是有一部車在我附近啊。好啦，那出發啦。今天你全場最早喎，7:30你6:09到咯喎。唔係啊，我諗住嗌我快復噶嘛，我話嗌的士啊，澳門啊嗌的士，跟住嗌撲兩加油喎，咁冇計。冇事嘅，慢下咪得咯。多謝啱研究咗部相機，佢問我有冇買呢個 filter， 佢就攞隻手指公摸暗咗下，打字幕啊，依家叫你。黐線，有買都唔係咁樣啊，大佬！咩咁矜貴啊？而家嚇，俾人摸噶嚇！你攞部相機俾我摸啦嚇，攞相機俾我摸啦嚇！壞啦！啲鋪頭嗰個係，喂，做咩低炒我啊？低炒啲 V 面。必殺技，低炒攻擊。我想講，國和真係超級好人。啱啱我想要茄汁，跟住佢即刻衝入去幫我拎。講真，啲咁好嘅男仔唔當兵真係嘥曬啊！多謝，我呢度有兩個眼仔，一個銀色，一個金色。咁啊，叫一個就叫你，一個叫我。我想問你，兩眼仔入邊，你中意你定中意我？我中意你中意我啊？多謝你喺咁直接喺鏡頭面前。唔怪你嘅直播系寫多聰，多謝我嘅加聰。OK， 佢寫啊翻只嘅，你中意我啊嘛 ？OK， 咁我將我攞出嚟，攞我出嚟，然後我放落個褲袋度，嗱好清晰啊，放落褲袋度咩都冇。我想問你，因為我手入邊咗我係你定我？係你。你係金色定顏色啊？嗱，佢好似有啲亂啦，唔記得啦。重新嚟個，重新嚟個。嗱，兩眼仔，一個叫你，一個叫我。OK， 嗱咁似啊，我想問你，你中意你定中意我？我中意你。我中意你。估唔到變魔術多啲，突然間有變化。唔該 ，OK。你中意你啊嘛，好似嗱，我咁將我你攞出嚟放我褲袋入邊。OK， 好清晰。我想問你，我手上面都係你定我？我。咁你咧？係咪嗰個？唔係，好似有啲亂啊！重新嚟過，重新嚟過。啊，兩個眼仔。點解好似勁嘅仲有嘅？係啊。今次同樣將啲肉攞出嚟，包我褲袋度 ，OK。我想問你入邊都係你定我？誒，你講咩嘢啊？唔係，重新嚟嘅，冇所謂，冇所謂。我中意，嗱中意，嗱中意嘅玩到今晚8:00都冇問題啦。同樣想啊！今次我將我攞出嚟啊，放我褲袋度。我想問你入邊都係你定我？我我我啊！真係？咁你咧？我咪喺嗰度。咁我咧？你喺度。算啦，有佢啦，多謝可能。可能佢有啲理解能力啲問題啦，我哋玩完啦，多謝中意我，我唔中意你啊，但係你影咗你口是心非女人就係咁樣，係中意啊，咁黑嘅，子啊，為咗今日呢條片，佢係專登啱去臨時咁急飛咗髮，幾錢啊？頭剪咗8嚿水，幾多？8嚿水，8嚿水，咁佢剪咩頭？你知唔知啊？唔好咁樣啦，8嚿啊，差唔多啦。你唔俾我，我幫你剪一個月啊，大佬8嚿，你個頭啊，
啊，好熟悉嘅感覺啊！有技術含量嘅嚇，有咩技術含量？咦，好熟啊，好熟悉啊！你睇下，坑下啲椰青先。有，誒，喂，等先，撲街有水啊！你個頭，開水啊！終於完成了我們今天拍攝，現在就去下一集，我要去拿支麥，因為如果看開直播的話就應該知道我的聲音經常都很嚴重，非常之好， Jackie 在 eSport 那裡他就 sponsor 了一些麥，一會兒就去他公司拿一拿，現在出發。哇，攀山涉水經歷了多少事，被的士拒絕這樣那樣，跟住終於是坐呢個地鐵的豪華位過咗嚟九龍廣場，咁嚟到你今天最後一站 Jackie 鋪頭，好嚟啦，好嚟啦！呢個係做加人工不擇手段，你睇下，著住件 Mena 周圍走，查不到。嚟到啦，嚟到啦！終於嚟到，今日最後一站，準備完成任務。這個就是你的麥克風了，這隻是不是可以教收音模式那些東西？沒錯，這隻因為絕了版了，絕了版了嗎？對，因為不再出了，這隻是絕了版，跟我上次買一支教不到是完全不同的。我剛發現了一樣建議的東西，原來這裡呢有一張呢台，電競台呢是可以升降，最高可以升到多高？這個大約是115cm 左右，115cm 是高過阿Jing的。什麼啊？我高一點啊，高過阿Jing啊。哇，神經病啊，即是可以站在這裡，可以站在這裡做事，不用累啊，就不怕肥。喂，阿Jing是站不到在這裡，阿Jing是可以跳在這裡做事。哇，這張正啊，這張東西貴不貴啊？這張東西3-4千元左右啦。哇，你竟然可以高過張桌子一個頭啊，成就解鎖。即是有幾種 size 是嗎？對啦，咁就會個台面有米2啦、米5啦同米8嘅。哦。咁我哋公司會送一張俾家充。嚇？係啦。你聽唔聽到？竟然係佢哋公司送一張俾我，我無情經理人，只係坐袖手旁觀。Jackie 佢要送一張俾我。多謝你 ，Jackie。送一張俾我。多謝。你都唔夠高啊！你用我本身張，我送張有張咁矮嘅張可以俾你。多謝，多謝 Jackie。哇！我而家好興奮，我而家多咗張電競台啊！唔得啦，講真，賣下廣告冇辦法。睇認住呢個 eSport 啊，要上去訂嘢咁就去呢條 link 嗰度。咁到時話識我啊，都冇折嘅，但係勁啲講出嚟。好多謝大家今日，拜拜。裝備撚，喂，你唔好理。齊曬裝備，打機都係咁屎。喂、哎，起碼死都死得有型啲。好，今日就差唔多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好啦，有呢個吞撲蛇王變魔術嘅時間 ，OK， 非常好緊啦。侍應吞撲，你同我侍應吞撲啊，侍應勾搭上呢個客人。非常呢度有三隻牌，嗱，我俾睇下呢三隻牌。咁呢三隻牌咧，有一隻係紅心 A， 咁兩隻咧就係梅花三。你要做咧就係估下只紅心 A 喺邊度。嗯。咁呢兩隻梅花三啦，同埋呢位靚仔咧，就負責引開你注意力嘅。OK， 準備好未？嗯。嚟啦！好，紅心 A 喺邊？呢度。哦，唔好意思啊，唔記得反轉。OK， 嚟一次。嗱，紅心 A 喺邊？呢度。喺呢度？你要唔要落注啊？我落一個萬字夾。個萬字夾我噶嘛？你點開？你輸咗就慢慢俾我，贏咗就俾我。係嘛？咁啊唔得，你攞我電話。電話殼俾你。啊，唔該，嚟一次啦。嗱，我俾間嗱，你覺得呢度係嘛？係。好多人都覺得紅心 A 喺呢度係嘛？因為冇一個啊嘛。但我俾你睇一睇紅心 A 咧，其實真係呢度，真係呢度。啊，但係跟住落嚟咧，我會開始難度提高。我好慢好慢咁望住紅心 A， 喺呢個位置度。問到你一次 ，Rachel， 紅心 A 喺邊？中間，確定係嘛？覺以為中間係嘛？但係唔好意思，你覺得中間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唔喺中間，佢都唔喺呢一度，會喺呢度。知點解你估唔到啊？因為你快啊！唔係我快，你唔會，你唔會知嘅。係咩咧？因為你得兩隻眼，我三隻牌啊，所以我驚唔公平啊。跟住簡單少少，我哋。我拿了一隻梅花三先啦，喺度，咁就仲兩隻，一隻梅花三，一隻紅心 Ace。嗱，同埋跟住我幫一幫你啊，因為你知道我快呢、這個秘密，我叫唔幫一幫你啊。我會加多萬字夾喺呢個位置度，我會咁樣夾住佢，咁樣
嗱，咁啊，俾你有提示，等你知道紅心 A 喺邊。你見到萬子繼續紅心 A 啊，係嘛 ？OK，Rachel， 嗱，問你一次，紅心 A 喺邊度？呢度？確定？你唔估呢度？你估呢度？你唔估呢度？估呢度。真係？嗱，非常之叻，非常之精明 ，Rachel。如果你估呢度嘅話，你就輸咗啦。但係好彩啊，你估呢度，所以咧，你都輸埋，係啦。兩邊都唔係，黐線嘅。你就打一睇啊！好喎。嗱，今次再簡單少少，我再攞只紅心 A。嗱，今次咧我會做一個記號俾你睇，我將佢咁樣搣一個角落頭出嚟，搣個角仔出嚟 ，OK， 擺度。咁另外兩隻啦，梅花生我哋擺埋一邊，睇住，再搣出嚟，然後收埋佢。而家問你，紅心 A 喺邊度？應該係呢度噶嘛？睇住。呢只我哋唔好理佢先。我再移形換影，我將佢呢兩隻牌交換，望住。噔噔！哇！誒，唔好話，真係勁噶！好似啱呢度紅心尾，呢度梅花衫都換咗嘅時候，你好似冇換，但其實咧，佢真係變咗梅花衫。而呢邊咧，真係變咗紅心尾。好恐怖啊！點就係？超恐怖喎！呢只咧。哇！超恐怖喎！咁你嗰只點解係 A 嘅？唔知咧。睇完啦嘛？睇完俾錢啦，唔該，幫我按住收錢，8000蚊，8000蚊啊！嗱，係攞部電話，攞部電話算啦。你話我啊？我攞住部相機。喂，唔好，你翻嚟，對唔住，對唔住，我知錯，對唔住，我知錯，你翻嚟，頭先嘢重咗少少，對唔住，對唔住。走，繼續。你翻我。哎呀，啲女人啊，啲女人啊，好撚狡猾噶。Sorry， 你呃我先噶。我冇呃你，我收你錢。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你睇下幾奸狡啊！明明搣出嚟係煙屎，但係搣出嚟變咗衫咯。Magic。